好，这一边它要找 A 重叠于 B 之外，A 是这一个，然后 B 之外是这一个，所以 A 重叠 B 之外是这一边。你不懂的话，你可以这边放号码，一二三四，我的 A 是一二，我的 B 之外是一，所以我的 A 重叠于 B 之外是一，然后 A union B。然后再重叠于 C 之外，一二三四，我 A union B 呢是那个一二三四全部，C 之外呢是一二三，C 之外是一二三，所以我的 A union B 重叠 C 之外呢，它就会是一二三，OK。当它没有挂号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从前面去到后面的。然后，所以在这一边，接着这一个 E union with 那个 G 之外，一二三四五，我的 E 是一二，我的 G 之外是。G 之外是一二三，所以它的 E union with G 之外的话呢，G 之外一二三，然后一二，所以 union 是放完上去，一二三。然后一二三四五，所以我的。一是什么？我的一是一二三，我的 F 是什么？我的 F 是二三四五，我的一重叠于 F 是二三，然后我的 G 之外是一二五，然后我的一 intersect with F 在 intersect with G 之外是。二而已，所以是这一边。OK，好，M 跟 M 重叠这一边，整个 M 重叠，然后这个比较复杂，我这一边我就写一二三四五，我的 M 之外呢是四五，我的 P 是三四。我的 M 之外 union with P 的话是三四五，我的 N 是二三四五，我的 M 之外 union with P 再重叠 with N 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三和四，所以是这一边，对，三和四，哎。它有五，三四五，好，就是这样。